你干嘛呀？啊！一放出来，看到哪里有人就想过去拍马屁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听到没有？小家伙好像想上厕所。啊！呀呀呀！完了，他们俩有的玩了。对，我们家 Tony 是对有。我们这个十八斤。哦。他也不小了吧？他多大？六岁。哦 ，Tony 五岁了。Tony， 别闹。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你们家？公的。哦，那没事，让他玩吧。不放。哎 ，Tony， 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家的液化气已经全空了，两罐都空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哦，跟葛大哥这边借一下，它会有一个它的燃气罐扭动的。你说的这个太对了，我准备换了。不要换，我过年回家就换了。我跑完这趟我就换了。谢谢了，我用两天啊。我们看看明天去看看能不能加到。联系好了啊，联系好了。他明天过来拿。哦。完了以后我们还能过来拿呀？后天给我们送过来。哦，服务真周到呀，还能过来拿。对啊。我们现在是两罐全空了。要不然洗个脸刷个牙都没了就。那不是可以用电，但是会很麻烦，对吧？哦，不行，用不起啊。我们这两天用电用一下，就50%就没有了。对，全用电的话很费啊。很费的。嗯。一开起来2000瓦，咔一下就没有了。对。那几天这个。也是十公斤，跟我们家一样大的，这个、所以呢，先装进去用一下。这是我们刚刚从里面拿出来的。哦、其实吧，我觉得，然后液化气是不是两罐都拿出来呢？这罐液化气哦，嗯，可耐用了，嗯，耐了好久，我估计都用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罐就用不完的，品质不一样，我觉得、嗯、品质差异很大。对的，跟气的质量有关系，有关系。15天就没了，嗯，有些很水的，嗯，很安静的一个停车场。目前好像看起来就我们三台房车，还有一两台小车停在这边。这里好像离昆明市区很近，它属于昆明了已经。你这个怎么倒呢？你应该往后退，头往这边前面，然后屁股倒进来。哦，对，这样好了一点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要不然你拐不进来。倒车技术，考验一下，不能老用离合器。啊，你练一练，我帮你看着啊。哦。对，往右边，往这边停那个位置。靠那个位置，可以的，走走走，哎，屁股往我这边来，对对对，这样过来，可以，慢一点哦，慢一点，可以，直接往后走，可以，走，继续，好，可以了，你这车没那么长，可以了，这样呢，我们两辆车刚好就是一个对门，我们这个欧式拖挂是开这边的嘛。哎，你这个门是开右边的，好像啊、哦？不是啊，我那个还不一定的。啊、哦，不一定，嗯。不一定是开哪边。对，我这个是反方向开。哦，那就叫外卖吧，我们就不折腾了，晚上。行，我也想着还。他这边叫外卖很方便呀、啊。很方便啊，还可以。好、哦。因为他也属于，其实也。明天我们去超市采购。对。哦、你这说实在话，云南好像还是物资不怎么。不怎么充足吗？它的东西也不好，我感觉。是不是都是牛羊肉比较多？也不是吧，也猪肉也有，鱼也有，但是海鲜就比较少一点了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在海边呢，我们是浙江那边，对，都是要找海鲜吃。对，对，是我们习惯了吃海鲜。天天米线。对，我们来三天已经吃了三顿米线。吃三顿米线了。吃完就饿。我们还刚来，可以去尝一下。我们的晚餐到了，这还挺好找的哈。哎，这里一个，那里两个，所以我带两个过来。对。啊，都是好找的。托尼，快进去。谢谢。进去。斌哥，吃饭了。快过来。快，你先给他擦一下。快上来。上。谁让你下去的啊？好。
给你擦完脚，你又跑下去了。你刚刚不是已经尿完尿了吗？啊，那么兴奋。